了，我们先去仁爱市场。仁爱市场也很有名，赶快去看吧。怎样？有爱意伸出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到仁爱市场对面了，大概走路十分钟左右就到了。结果他今天没有开，真的有猪肝的味道，好酷哦！嗯，香肠的感觉，猪肝的味道，中间有咬到猪肝的口感，粉粉的那种。那感觉外面还是有点肉，对，就那个香肠的其他地方。你们觉得会辣吗？一点点。我觉得不会，然后蛮甜的哦，甜大于咸，但也蛮咸的哦。其实，很酷哎，我最近会再喜欢它再辣一点点，但我觉得它辣很好吃。哦，我刚刚那块感觉可能没沾到，刚入口的时候会有那个辣感冲上来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爽。哦，有了，我这个有了。我很说加辣比较好吃。好香哦，但是重口味的哦。
咖啡厅听说就是只要周末，绝对是大排队。所以保险时间的话，好像是可以打电话先来预定的，对，才不会来扑空。哦，然后这整间店的装潢，哦，我超爱，它整个是那种美式复古的感觉，对对，一进来就感觉到里面的气氛，然后包括它餐盘啊、餐具，它整个氛围都非常棒，然后还有它蛋糕呈现的质感，对啊，然后那个皮椅呀、啊，然后木桌，还有一微微工业风，有点美式，然后有罗盘什么的，啊，同时有一个扁额鱼，然后有一个扁额，我觉得它混搭的很好，这边真的很好拍耶，超级超级好看。然后我们总共点了三个千层蛋糕，三个饮料，对，这边低消是一杯饮料，我这边点的是伯爵鲜奶茶跟柠檬乳酪千层蛋糕。我这边点的是波士顿冰可可跟焙茶千层蛋糕，我呢是奶盖拿铁，然后把拿铁的牛奶部分换成燕麦奶，然后还有香蕉巧克力千层，我真的超爱它巧克力千层，它的表面竟然有珠光哎，而且是彩色的。我刚喝了一口它的鲜奶茶，超好喝哎。那我这个奶盖拿铁啊。奶盖是比较偏咸的，我喜欢，然后真的很浓，咖啡香还蛮重的，下面的奶浓感比较淡，可能因为是燕麦奶吧。但是上面的那个奶盖我还蛮推荐大家点的，因为它的奶盖系列其实也蛮多饮料的，不管有没有咖啡，它好像全部的饮料都可以加奶盖。奶盖好吃耶，它奶盖很浓耶。然后我觉得它可可的部分呢，就是比较像是能想象的味道。我刚刚有努力的嚼一下，还是有那个，但是吸起来还是有那个可以咬到那种粉感，我不知道是它有特别再加其他的渣渣进去还是怎么样。整体来说不难喝，然后可可味也是浓的，我的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表面上看还好，它里面的香蕉好多、哦，很真材实料哎。这个千层真的是每一层都超薄超实，柠檬乳酪其实吃起来就是柠檬塔的千层版本，里面还咬到一点柠檬。然后我吃的是它可以茶千层嘛，好像是新的口味，然后我觉得那个茶感有出来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值得一试的。而且它整个外观漂亮，口味上又可以，我觉得超搭配的，难怪这边会人很多。它因为一个千层蛋糕也不便宜啊，也是190快200。如果你在坐在这边享受一下它那个环境，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。那如果假日客满的话，是有那个限时的，人没有满的话，你是可以一直坐的。这一间店，然后这间店是连我基隆的朋友都说一定要来吃的，我基隆朋友也是超推。然后呢，它的招牌就是它的豆干包，我们点的是汤的，很鲜耶，油豆腐，然后里面加了很多绞肉啊，然后还有外面在鱼浆啊，把它封起来。但我觉得那个汤对我来说有点太咸了。它比较像是超级无敌重口味的关东煮，然后加盐版，我觉得它好好喝，对我来说有点过甜，很咸呢。想象得到我的味道，而且很像是火锅会常吃到的那种油豆腐啊，我一口咬油豆腐，一口咬的那个煮到有点烂的那种花枝丸融合在一起的感觉。我已经小失望了，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有点太过咸了，对我来说我也有一点点失望，因为它有真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，它对我来说有点像关东煮加盐，加很多盐吧的味道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偏咸，但是因为我是喜欢吃这个咸感的人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的那个油豆腐超好吃，它中间那个豆腐是非常扎实的。身为一个热爱油豆腐的人，我觉得超满足的。正常的米肠还要更大，对。然后它这边一份是50元，但是
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半份，他就会帮你切三十。哦，如果你就是一个人来吃是不完的。哦，没有嚼劲哎，把它咬到那个油葱酥，油葱酥没错，比平常吃的还扎实很多哎。这好像就是米肠，然后它外面那一层皮又比较难咬一点。我有觉得那个皮很 Q 很脆，就还是跟外面一般夜市摊看到那米肠不一样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还要点这个猪舌，跟猪脑鸡怎么样？然后我们沾的酱是它的比较偏甜辣酱。熟悉的味道，好像鸡心的味道，很像一些那个四神汤会闻到的味道。我觉得有舌头的感觉，我觉得它味道我可以接受，可是它那个触感好像不太行。我觉得咬下去的那个 Q Q 的脆脆的感觉，跟鸡心真的还蛮像，然后有一点那个辛香味，有些人可能会怕，但我觉得还不错。再来，我们有点它这边的炭烤鸡骨啦，跟我们早上吃的那个比较不一样。好啊，其实它有差别。我其实看不出来它是炭烤的，对，很像呢，比较软一点的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鱼浆感。接下来呢，还要点那个猪肺，外表看起来很可怕，很多那种血管啊、okay 哦、管线都动哎，因为它血是招牌小菜，嗯，还是要点一下。嗯，好软哦，它有点像是比较硬一点的猪血的味道，然后还有带一点那个软骨的感觉。软口的地方就是脆脆的，很像咬到它的气管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好吃，会有不一样的口感。但是它腥味是这里面最重的。如果你原本是怕内脏的人，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。有股血味啊，血味，还蛮特别的。对我这种喜欢吃猪血的来说，我觉得很可以接受，但是它的外表会让我有点怕，吃的时候会有点小怕。确实，因为我觉得它口感特殊，很值得一试。对对对。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基隆好像很有名的伴手礼店，对，连珍饼铺。我们之前开超商的时候其实也蛮常看到它联名的商品，我也蛮好奇它的本店到底是怎么样。芋头类的东西，太可怜啦，我们来逛一下。我们呢挑了两样算是蛮经典的商品，嗯，就它的芋泥球跟起司球，嗯，然后特别跟他讲芋泥球呢要跟柜台讲才有哦，这样的四颗呢是55块，来吧，我感觉真的就是芋泥，超扎实的，完全就芋泥而已，哦，真的哎，蛮甜的，我觉得在甜点界里面算微糖了。但是是一个单吃还蛮顺口的程度，要配喝的天然的芋头感，芋头味还不错。然后有一些些地方有那种小小的芋头颗粒，但没有很多，其实还蛮香的哎，还行。那我自己还是不喜欢单纯只有吃一颗芋泥，好像比较容易腻，口感上比较无聊一点。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很快乐哎。我觉得它的芋泥是好吃的，所以它像有卖一些那种什么蛋糕类的啊，汉堡类的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吃，因为你会搭配一些糕饼一起吃。然后我有看到人家有那种推荐吃法，拿一颗芋泥球，然后再泡牛奶，就直接变成手工的芋泥牛奶，感觉很棒，这样应该很适合哎。现在这个起司球也是4颗55元，但它样子有点长得跟芋泥球不一样，就有双层的感觉。感觉很像下面是那种乳酪起司蛋糕，然后上面有饼干，哇，好浓哦，嗯，淡淡的柠檬味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好像，我觉得你会喜欢耶，是吗？嗯，好熟悉的味道哦，因为它是有冰冰香的，所以咬进去还有那种一点点冰冰的感觉，会觉得蛮爽的，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腻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上面我以为是饼干酥酥的，确实是饼干，但它是比较滋润的，嗯，然后沙沙的，没有那种比较脆的口感，好吃哎，很满。OK， 那来到基隆一定要去吃的就是基隆庙口夜市，非常有名啊。对，但是因为片场的关系，我们庙口夜市呢单独做一支，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这边。欢迎大家下次如果来基隆的话，也可以吃我们今天推荐的食物们。对，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了。对，或是你有什么好吃的口袋名单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然后这样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记得带伞哦。哦，真的哎，或者带雨衣。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加入会员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加入会员。